闯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狮子的力量到底有多大？国外一家动物园举办了一场拔河比赛，让一头母狮对战三名职业摔跤手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狮子吗？但是比赛开始后，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是，没想到狮子的力量竟如此之大，三名职业摔跤手用尽吃奶的力气都没能将绳子拉动。还有让多名壮汉与一匹马较量一番，比赛刚一开始就呈现了一边倒的结果，没想到这么多成年男子竟然拉不动一匹马，马儿真是彻彻底底的完胜，力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。无独有偶，动物园中还举行了老虎和游客拔河的比赛，只见两名女游客累得气喘吁吁的，然而笼子里的老虎却一脸淡定，内心竟毫无波澜。真是不得不承认，在这些猛兽面前，人类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看看留言区回复哦。想看更多优质视频，请点击左下方关注萌宠俱乐会，我们下期见。